大哥，走吧。这怎么的要去旅游去啊？还牡丹江出发？你管我？来电话也没拿。那他跟他小伙伴能不能找到啊？能，商量好了再来。我婆婆一大早约上小伙伴就出去溜达了，结果把电话落家了。今天是周末，带着小李同志上店里边干活去，兼职。也不得钱。公午饭。不要饭。要钱。在屋里边看外边阳光挺好的，没想到出来挺凉的。完了，全少了。一会儿上俺们店，让你看看我姐夫给俺们准备的惊喜啊！我还没看见呢，说给俺们添新家具了，昨天晚上搬的。屌丝。有可能是撮子。昨晚搬的。嗯。谁在这儿呢？看着我们俩招呼啊，那最小的。我姐夫给咱们添的新家具呢。那屋一个，这屋一个，有命。这大沙发。那昨天啥时候？我的天哪！干啥？给他俩分家了？还跟我要钱呢。胆儿挺大呀。他说了一个100块钱，我说你快拿走吧，搁俺这还没地方呢，过两天他再拿走。哎，这哪有地方搁呀？嗯，那呗，我还寻那种长趟的，咱能躺着的呢，扔屋里俩床了等于。你搁这会客呀？这怎么的？早晨没吃饭呢？起来晚。这都几点了？都快10点了，大姐。啊，先少来点。我一会儿洗个头啊。嗯。在家没洗头就来了。这沙发，干个活还不容易睡着了吗？在这。可以。打单子。有大老板那个架势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谁把他推到这儿的呀？还能谁？大成呗。不是你早上来推的呀？不是，他昨天就给放好了，说。哎呦我的天啊！就这样，干个活睡了。不过有点矮啊。姐夫来，你再重复一遍说啥？我给你这座椅升级了，你是不是给我点钱呢？俺俩没让你搬出去，没让你倒搭点钱，给俺俩钱不错了。这老得劲了，真的。是不是得劲儿吧？不得劲儿，这应该是一套吧？你看横着那一套呢，跟我走。那个我看了，看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呀？那我就要俩，就不给了。你看横着应该还有一套。你这头发长得真快哈、啊。嗯。我应该去剪剪了。剪剪也行，我陪你去。我看有朋友不是对我这个吹风机特别感兴趣吗？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它是蓝翡的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是带磁力的，前头是这样可以拆卸的，下边是有这个防尘的设计，也是可以拆卸的。吹风模式有很多种，冷热交替、长发模式、短发模式、幼儿模式、恒温模式。别看机器小，风力却挺大的。头发长得太快了，真应该去剪剪了哈。怎么出现两个颜色了哈？是吧？嗯。长长真快。绞成这样，绞这么短，像那年甩咱姥家似的，然后后边就这样直接就能扎上就行了。嗯。